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条一代攀龙的搭配效果。顶珠是一个松石的老绿色瓜珠，然后腰珠可以自行搭配，譬如说这条是一个骷髅的松石，对面是一个松石的老形，随机搭配的一个效果。然后一个红色三通，一个法轮的背鱼，还有撞色的松石南红弟子珠，也是简简单单。其实串儿一开始玩或初期玩，不必要搭配的特别复杂，大家可以欣赏一下。